回头啊，你再跟进一下。张总好。哎，你好。小杨怎么在那儿吃饭呢？是不是咱们公司的订餐有什么问题啊？他怎么只吃饭不吃菜呢？不是的，张总，他是怕被别人看到。小杨他爸已经在家瘫痪挺多年了，家里还有一个需要上大学的妹妹，一家老小几乎都靠他养。平时有什么好吃的他都舍不得吃，都带回去给他们吃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好的，张总。小杨啊，站岗辛苦了。这个呀是咱们公司的新品山药格格玉米羹，你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啊，张总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个呀一点都不贵呢，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开始奔小康了，吃多了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，都想要吃点膳食粗粮。这个山药格格玉米羹啊可是无蔗糖的，低脂低糖，健康好营养。这一桶啊有500克一斤装，而且配料表啊十分的健康，里面有山药、葛根、玉米、大米4种优质的食材，粉质细腻，满满的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，直接呀开始冲泡就可以了。吃起来口感是软糯香甜、绵密顺滑的，满满的谷物香。平时啊作为早餐和代餐都很方便呢，老人小孩都爱吃，价格也不贵，一桶啊19.9元。现在还有活动，买一桶送2桶，到手啊3大桶还是19.9元，还送一个精美的玻璃碗勺呢。你爱吃这些你就都拿去吧。啊，张总，那这个这么划算，以后我吃没了要去哪儿买啊？点击下方购物车呀，直接就可以购买了。那谢谢张总了。喂，爸。